在 Beverly Hill 有一位客人是 Cedar Sinai 很有名的心脏科的权威的医生。我说哇，我说 You are the doctors， 他们还是开刀的那种医生。我说 No， You are the chef， because the chef is doctors doctors。When we see a lot of patients, we get crazy. But when we come to you, you fix our appetite. 这么有权威的医生，我相信他们的压力是比我们大上十几倍啊！他们也希望说晚餐的时候可以吃一顿好的 meal， 然后配一个好的酒。机缘巧合上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金兵卤味的第二代的负责人，也是我的伴侣，才开始了我的卤味的这个金兵的私厨的东西。所以我就是机缘巧合，就是从大概将近快十年前的时候回来到我出生的地方。吃东西其实它像这个 fashion 一样，现在流行什么，大家就会一窝蜂的想去吃。那明年又在流行什么，到了过十年以后，它又会复古回来。虽然现在的 YouTube 影片，你可以看得到很多的配方，很多的秘密。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多东西要靠自己一步一步去摸索啊，你才会更有感觉。因为当你自己做过了以后，你就会记在你的心里面。做东西学煮饭就是一步一脚印啊。When the time's up， 你回头再看自己的时候，你看那些脚印的时候，脚印走多长就代表大概你的自己的火候就大概是到什么程度，所以没有所谓的一步登天还是什么。包括到现在像还是在学习，因为就像我讲，它这个东西就像 fashion 一样，每一年它都在变，明年会流行什么 I don't know， we'll see， 对不对？